看片之前记得订阅我哋，帮讲出声 HKG 部 YouTube 频道，揿埋旁边嘅小钟仔，每次我哋有新影片，你就会即刻收到啦。上集《逆地而处》同大家一起睇过第五波疫情，每日过万宗嘅确诊，谷爆咗香港公营医疗体系，令到紧急服务瘫痪。而全港一半醫生服務的私營醫療體系只不過是處理非新冠病人，使到抗疫效能大打折扣。不過有時不是私家醫生不想幫手治理新冠病人，而是疫情來得急，有治療的藥物和物資都不能夠第一時間交到去私家醫生手裏面。很多時候身處私營醫療體系的醫生都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决定不收新冠病人。其实如果全民齐心抗疫，做好份工，公营医疗治理重症，社区的私家医生可以治理轻症的患者，很可能就可以令公营医院急症服务彻底瘫痪之前已经得以舒缓了。讲到抗疫的药物和物资，不得不提新冠口服药和中央换港的中成药。首批由辉瑞药厂出的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帕克斯洛维德在3月14日已经来到港，3月15日就已经运到医管局使用了。另一款由默沙东药厂出的莫纳皮拉韦隔一日都运到了。但是这两款专用作治疗轻症的口服药物要等到4月2日才分配给私家医生使用，还要用医健通登记记录处方，由药厂直接派发到诊所。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政府才能够分配到给私家医生使用治理轻症的药物。期间相信大家都见到，在过百万的市民确诊，病人逼爆了急症室，在指定的诊所亦都排长龙。政府不断呼吁轻症的病人不要去急症室，有时候不是轻症的病人想冲去急症室，而是他们确诊了之后打极电话都不通，上报的个案又没有人理，有钱去看私家医生的私家诊所都不敢收确诊的病人。治疗病人的重担就落在政府医院和指定的诊所，即使在指定诊所由3月中已经由17间增加到23间，发筹量又由原本的大概3000个增加去到最多4300个，但面对每日新增的几万宗确诊个案，这些措施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多病人根本都是靠自己吃普通的 Panadol 或者中成药自救。很大程度上物资分配做得不好，得物无所用，导致到公营医疗大瘫痪。私家医生、中医师又是不是做不到治理新冠轻症的病人呢？事实上中央援港的药物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火粒、藿香正气散，已经列入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所推荐的中成药，早已经在2月底3月初运抵到本港了。首班中央援港物资专列亦都在3月2日已经抵港，车上再有18个货柜，大约有50吨的防疫抗疫物资，包括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包和防疫服等。有这么充足的药物和物资都未见用得到位，只是见到在4月初才派发抗疫包给市民。有不少的私家医生和中医师在3月初已经表示欠缺足够的防疫物资，同埋未收到政府的指示可以治理新冠病人。社区上面数以千计的私家医生和中医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竟然爱莫能助。相信大家都听到不少的私家医生和中医师遥距去诊症，帮助一些家居隔离的病人。其实社区上面有不少有心的医生和中医师都想尽办法去帮助一些确诊了的新冠市民，只是今次疫情来得太急太猛，很多时候单靠政府做资源分配和分流，往往等到有新的指示、新的措施都要等一头半个月。
疫情消減，物資和藥物才分發到去到社區。當局好應該檢視翻今次疫情的經驗，好好改善在物資分發的制度，以及怎樣可以裝備好社區醫療的資源。就好似私家醫生和中醫師，其實只要當局的指引和資源配合到，他們可以大大減輕確診新冠輕症的市民去到急症室和指定的診所，緊急服務亦都可以用得其所，減少死亡人數。下一集我們逆地而處，去看看怎樣可以幫到一些沒辦法自救的弱勢社群。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贊好、分享出去，支持和訂閱 HKG 報幫我出聲頻道，按這個小鐘仔，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